当勤精进。阿弥陀佛。那我走到哪里就过去吃了。来，若人欲了知，若人欲了知，三世一切佛，三世一切佛，因观法界性，因观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，一切唯心造，大众当勤精进，阿弥陀佛。当勤精进，阿弥陀佛。那天启香跟大家讲，这个佛门中的行脚，它就不是见行，它也不是见身，是要你在每一步当下每一个感受都要清清楚楚，你要用到那个决心。事实上大圣佛法跟南传佛法最初的教授都是一样，下手处是相同，但是是教理不一样。所以南传行者他只是直察要淡正觉性，大圣行者是要圆满觉性，去圆满。所以每个感受里面的，哪怕是每个脚步踏下去是酸啊是痛啊，那个感觉要清清楚楚的明白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时，因为我们不是淡正决心的，你要是最初发的是淡正决心的这个方向，你相当于叫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你只是站在清清楚楚以后看一切感觉，虽然那个清清楚楚依然是主，但是它在一切感觉之中不能起大用。但是大圣行者不同的方向是，你在一切清净处的明明白白，那个感受你是一分都不离的。你要知道那个清楚明白是在感受当下即是清楚，就是不管是酸酸当下就是明白，你不必在酸之外更有一个清楚明白，你要直下担当那个酸，其实它集体就是明白。如果说是不是觉性的明白，你哪能够明白一酸，你哪有酸的那种感觉，不可能有那种感觉。所以这种法门，这种方法叫做什么？叫做道家慈航，那叫回路说法。你们感受现前处，其实就是你们行。刚开始要你们去体会觉性，一个是在感受以外，你会体会有一个去清明的觉性。但事实上，你慢慢若是深刻体会时，就在这感受以外，你最初体会那个觉性，
将来你会发现，那感受当前不是也是觉心吗？要是没有觉心，哪来感受？谁跟你起能感受这种觉照？所以将来新手起，就会再会回光，那原来当前感受都是觉心。但是这都是什么？这都是习的，要一步一步为自己去印证，要一步一步让你心中去体验，所以这叫行脚。你要是行脚，是真的这样参，你走到任何地方，不管是地名啦，不管是下雨啦，不管是出太阳啦，不管是酸啦，不管是累啊，你都发现那些所有过去的一切众生名字当前，它回馈你的是你越来越明白那个觉心的道理。所以这个叫做每一个感受，每一个环境，每一个不同的境界之中，它都会给你一个心里面最新的体会觉心的这个心中的方向，所以那叫禅方啊，那才是禅方。所以既然来行脚了，就不要辜负了这次行脚的这个机会。我们出家人每次行脚回去都还会感慨说，在这一次行脚不能用到真正的这个，没有说完全投入在觉心上面。什么时候叫投入？你要常住，你要证得那个觉心，突然有一天就会站到这个觉心看见感。那这个过程一定要熟，一定要非常熟，熟到你突然有一天叫做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，那是心熟而已。那心熟绝对不是像过去大家在一般学佛人身上，你以为只是心里面一些寄望啦、祈求啦，你以为只是一些头脑，都不是。如果是不靠自己的发心，不靠自己念念之间为自己的觉性上面去启发，你将来永远辜负我，永远辜负你自信。这是今天是不是在静慧要回去之前跟你讲的话啊？那意思就是呢，下面还有一点点几公里路，你要好好去参，好好去参，不要浪费了今天的这个姻缘。当勤精进，阿弥陀佛。向他发起，发，上去了，你们上去啊。他当时从大树下去。谁到谁呀？来，谢谢。啊，谢谢。三件的。啊，好呀好呀。几位我。坐。啊，谢谢，有了。谢谢。我们谢谢。他那个包包这个穿的。谢谢。谢谢你啊，谢谢你。需要吗？比较方便。有了，我包到哪了？谢谢你。注意安全。
温习一下，好吧？啊。所以在这个开发跟安度上面，你才能够懂。好，愿师傅随师所习，有法出发，勤脚心学，任运成就。哦，好。当勤精进，阿弥陀佛。就是要爬那个爬坡了，爬坡你都不要紧。那你刚刚干嘛？算了，算没有喝。当勤精进，阿弥陀佛。到了，来一个再见。慢点，腰包上那个水呢？我现在360度。当勤精进，阿弥陀佛。Thank you.
经行脚功德，愿经行脚功德回向法界众生，回向法界众生，上报四重恩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下济三途苦，若有见闻者，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，同生极乐国。阿弥陀佛。好，今天圆满。好，谢谢师父。